这两天怎么样？这两天，还好吧，没什么大事儿。我最近在准备回归温拿的事情，会比较忙。那你就先忙自己的呗。我知道阿曼达对你有一些偏见，你受委屈了。但是艾达和温达现在都需要 Y Fancy 来打开局面，先把这一季的设计做完吧，之后再聊我们的事情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会做好的。